论智商应该你先选。按照牌面这个情况，这个白菜他输了，我不喜欢。这个腊肉你也多弄点嘛，不能怎么吃。这个这还小吗？我肯定选它。大龙虾、啊、这么小，做人不要看表面。这个青菜我来吃，这个肉扔给南哥吃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，原来暗藏玄机哟。你这个疯子，那我就吃这块肉了。咦咦咦，还有这么多肉。你是啥？